书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一生书法，我们今天来写一个横版的书法。天天写对联是吧，也写一下多样化的作品，希望大家能喜欢啊。七个字，品茶论道观风云。下面再配几个画龙点睛的小字啊，下面请大家来访看一看，看我写的好不好。喜欢写毛笔字的朋友，我们加加关注，可以互相交流怎么写好中国字，怎么写好对联，怎么写好板正雄强的毛笔字。谢谢大家支持、点赞和加关注，我们下一期再会。